本周第四位参赛者就是以抽签顺序决定，中华大学的曾信奇同学。您还记得在当时的月冠军评选，评审给了他什么建言吗？有满分的功力，不要挑满分超高难度的歌曲。你知道这歌真的是太难了，我只能说太难了。从歌喉再到今天来，包括所有的线上艺人，我必须要坦白说，你是第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个歌手。你的演唱的功力这个程度，老实说在学生真的少见，即使线上艺人也是少见。上次曾信奇的歌声与技巧获得评审一致的好评，更让舒俊老师表示，连同艺人在内，曾信奇是唯一让他起鸡皮疙瘩的人。但是也由于曾信奇所选的歌曲难度过高，让他自己濒临淘汰边缘。而他今天选择这首《海阔天空》，会比较容易表现吗？会有令人激赏的呈现吗？直到现在我